风不要停，感受奔跑的声音，情最笃定。天不要明，倾听等待的心跳声，勇敢者的真心情。是迷途中最亮的星，照亮了未来和曾经，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，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。云淡风轻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，你的眼睛点燃了现实和梦境。云淡风轻，下个轮回是否淡定的表情。进来。昨天你是几点回来的？2:40到的。怎么样，边防团战士找到了吗？军犬三连已经把人领回去了。我听说还丢了一条犬。队长，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的。什么犬呢？还能让你专门来找我？队长您看，这条犬叫步枪，才一岁大，由三连的一个老兵叫郭有栋的饲养，已经可以完成成年军犬的所有障碍科目。这只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跟盗猎分子的交火中失踪，目前下落不明。总觉得它有点不一样。你的直觉没错，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，这条犬身上有幽灵犬的血统。幽灵犬？没错，19年前在怒山，我有幸见过一只。这种传说中的犬怎么会出现在三连？队长，如果能把接收三连的工作提到日程，那一切都能弄清楚了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这叫弩，扎在身上呀，特别疼，特别疼，特别疼。老大，拿他干什么呀？这你们就不懂了，当着他的面杀死他的同类，用最快的速度击垮他的心理防线。屠杀同类来吓唬一条狗，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。松手，这种没有意义的杀戮纯粹是浪费时间。滚蛋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如果5年前的那场伏击你听了我的建议，现在就没必要躲在这破地方，更没必要在乎这一条狗的想法。
你少拿过去的事跟我掰扯！你一拍屁股走人了，我领的兄弟们撑到了今天。当年偷渡出国，就是为了今天能更好的回来。三叔临死的时候，把兄弟们托付给我。这秦寨的一亩三分地儿，早就没你的位置了。你放心，等大事一完，我自然会走。什么大事？等事情有了眉目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非要跟这些没见识乡巴佬一起合作呢？中国有句老话，叫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。在清寨，这些人还是有他们的用处的。白兄，那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下一步的计划，他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他们的车呢，昨天坏那个半道上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个连长的意思大家都懂，把戏演好。哎，熊熊，那能瞒得住吗？没办法，老郭想接受步枪的死需要过程。老郭他又不傻，这种事儿呢，早晚都得事。对，废什么话呀？啊，叨叨叨叨叨叨，一会儿老郭他们回来。谁也不许说这事儿，谁说，哥就对他不客气。谢班长，撒谎不好吧？你有病啊！啊，闭嘴！那我爹说撒谎他遮阳寿。你爹说，你爹说，你爹话咋那么多啊？你爹再说，我把你爹嘴缝上。行了，六宝。这个撒谎有恶意的和善意的，咱们这一次呢是为了不让郭班长难过，所以我们这次是善意的，明白吗？是啊，刘宝。那撒谎还有善意的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咋还出来迎接了呢？可不咋的，老郭、大雷，听说你俩让这个啊野人给拐跑了？那可不咋的，那碰上全是女野人，那个个长得跟女演员似的，还非要跟我们成亲。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无可奈何了，那家热情奔放，是不是大雷？就是，我们两个向来守身如玉，那能答应吗？这怎么这么能吹呢？还女野人、女演员，我看母狗熊都看不上他俩。别老用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昨天晚上呀、车坏到半道上了，在柳沟啊凑合了一晚上，都累得够呛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先不跟你扯，你等我去看我母家步枪，我再给你们讲讲我和女演员，我们和女演员之间的遭遇。Go， 走。小米不在犬舍里待着，趴在这儿干啥呢？这不迎接你吗？拉倒吧，他姓谢，还有那好心。那好像是步枪的盆儿。还真是。步枪呢？那个受点轻伤，送到师部治疗了。啊，受点轻伤？嗯，还得送到师部去治疗。哎，对，在师部呢。老郭呀，没事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他能不能编呢？刘宝呢？
他们说的是真话吗？步枪在哪儿呢？说。牺牲了，老郭，三四百米的山谷，就是块石头扔下去，那也得摔个稀碎了。蒙我是吧？啊，组团蒙我。老郭，我们之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你，怕你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编，继续编。老郭，是真事儿。是不是你们背着我，把步枪给卖了，还是哪个领导看上了给要走了？嗯，说没事儿。那老郭，你别发疯了行不行？那怎么跟小米一个德行呢？啊，步枪死了，挂了，牺牲了，尸体呢？找不着了，找不着就说明还活着，是不是老兄？小四儿，佳琪儿，胡子，老傅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不是还活着？Oh, my God.
我大哥，那天步枪逃跑时还救出了被关押的其他同类，步枪似乎体会到了活着的意义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最终逃跑的归宿不是三连。聪明呀！你们这几个猪脑子加起来还不如一条狗。老大，是那个没插眼。进去，我，对，进去，不太合适吧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塞进去！哎哎哎，别那个事，不要，别别那个，哎，别那个，哎，不是不是，不是不是，哎，快，老大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个事儿也不怪我呀。怎么样，舒服吗？不太舒服。锁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刚才关狗的时候你没挂锁呀？你待着吧你。什么情况啊这是？
丫头，刘宝站岗，你也站岗啊？啊？别等了啊，他回不来了。老谢，看见步枪了吗？我上哪看他去啊？我看见了。哎，郭班长！哎，郭班长！哎呀，这不精神又出问题了吗？我是，我真是疯了！快追，老郭，赶紧追呀！郭刘子，把他抓回来！我拿绳子绑了。张队长，在宾馆啊，马上就好了。我说大雷呀、啊，你这到底行不行啊？这都糊了，糊了也能吃啊？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？有本事你自己来炒。行，你炒你炒。你说这自打老郭神经了以后，咱们就连一顿香肠饭都没吃啊？哎呀，你可知足吧啊！这三连着饭，吃一顿他少一顿。你说的也对。你说咱们还中了人家的套，这团里还不知道咋处理他呢。这都说什么丧气话了？吃不吃？不吃滚蛋！来来来，碗好了。小心点儿，我在前面路口等你。困难是暂时的，啊，我们再坚持坚持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哼，理儿是那么个理儿，可理儿不能当饭吃啊。来，好，孩子吃吧，啊，好，饭。哎，步枪不在了，这全是让老郭收拾的干干净净。他和步枪在的时候一样，真想象不出老郭心里有多难过。老傅，大家一起帮老郭走出困境吧。是，就帮帮他。
咋的？还守着步枪的犬盆呢？啊！我说丫头啊，这可是老父藏的进口犬粮，你要不吃，那可真就没有了啊！快吃吧，别装了啊！吃吧，吃吧。哎，不，你这啥意思？我说你啊，小米，吃啊。这得到啥病啊？哎呀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！是犬瘟啊，这种病啊，传染得很厉害，得马上采取隔离措施。还能治不？治，能治，治是能治好，不过得赶快弄到药。啥药？我去找啊。治犬瘟的特效药，还有注射用的头孢曲松钠，这个呢，镇上性就会有。好，那你赶紧给我写下来，我这就去。二老板这几天就是躲在屋里洗照片看地图。什么地图啊？都是电脑上的，具体什么地图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接着说。哎，阿峰和香川今天上午去了西街，他们帮我取证件去了。快请。姚哥，这么多年你那心浮气躁的毛病还没改啊？这上面乱七八糟的画的都是什么呀？这是，老大，这不是画，这有点像那个日本字儿。用你提醒我，滚！哎，表哥，你拿反了。这两个日记本是我无意中得到的。他们的主人叫铃木正男，是当年日军侵华时的一个士兵。这里面画的东西有用吗？跟我有半毛关系吗？这两个日记本里记录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而这段历史将为我们打开一座巨大的宝藏。根据日记中的描述，1944年7月17日，驻守清寨的八路军某排，负责看守民主人士赠送的黄金物资，被日本鬼子堵在了半山腰上。双方激战了一天一夜，最终八路军全体阵亡。战斗结束后，日军打扫战场，对八路军的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都没有找到黄金。其中有两名士兵在阵地的东南角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埋藏点，就在他们打算去深挖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转移作战的命令。正义施工！当时两名士兵约定，日后一定要找机会回来找回那批黄金。可是他们没想到，一年后，日本无条件投降了，他们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。那黄金呢？当然还埋在地下。埋哪儿了？据日记中的记载和我的探测和计算，他们应该就埋在怒山的林场中。
遇到你们这样的，那我们一定是好人。我行，你抓也就抓了呗，你睡觉还不让睡踏实，素质。谁啊？你能不能对我有最起码的一点点尊重？说，你到底看见没有？看见啥呀？我身上的纹身。你身上的纹身？啥纹身啊？蚊子趴在身上。你说到底看见没有？有我也不会看。人之小鸡就当凤凰了，真当自己是土匪了？哎，你给我回来！有个事儿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你说，那天晚上姓郭那老兵说你身上的纹身，你听他胡扯，这姓郭的一句实话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要不是看他穿着军装，我早就收拾他了。哎，这犬舍门怎么开了？凤凰，你看。小七，小七，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？小七，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找你啊？好了，凤凰，你看，这小崽子丢这么长时间，长大了。是啊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我很想你啊，小七。哎，小七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小七，谁欺负你了？好了，凤凰，这样，咱先送他去医院，好吧？快快快，抓紧时间。你说你性子咋就那么厉害呢？你就不知道个怕？那悬崖你都敢跳？我知道，你是不想被他们抓住，不想当俘虏。哥，你知道我这心里头有多疼吗？你救过我，救过三连。可我却保不住你。我对不起你。不行，让你待在这地方，确实委屈你了。等回头三连跑下来，我再给你重新翻修一下，我给你立个像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往前冲，你咋就那么倔呢？非得低个脑瓜子你往前冲啊你！步枪，
到了阎王那儿啊，别再乱喊乱叫的了，懂点事儿，争取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咱俩还做好兄弟。班长，我有件事跟你说。有事儿啊？我们班长找你。嗯。你真的看到步枪了？不是差不多，你要确认。步枪我还能看错啊？啥？就在青寨啊，青寨兽医站，我来给小米买药，正好撞见了。老谢，我告诉你啊。老郭为这事都快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老谢电话说他看到步枪了。老谢，你可别跟我闹着玩儿。大夫，小七怎么样了？做手术又不是绣花，急啥呀？外边等着，正在处理啊，外边等着。没病吧你啊？本人身体一直很健康。我说脑子。哦，嘿，你们这种留洋的博士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应该去大城市，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。嗨，大城市它没有这一抹绿色。在海外的时候，我就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，县里的领导啊也非常支持我到这儿来开展工作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刚说什么组织来着？哦，绿色和平组织。还干嘛的？国外的护林队啊？对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呢，继承了这创始人勇敢独立的精神，坚持以行动促成改变。同时，我们通过研究、说服和教育工作，推动政府、企业和公众啊，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。我的初衷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。保护环境，保护这片没有受过污染的山水和森林。所以啊，咱们为了大自然，为了这个国家，一起努力。这个是我为林场拉来的赞助费，为了修筑林场的设备，虽然不多，但请您收下。可以啊，兄弟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这边有点忙。没，为了林场的未来，咱们一起努力。好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努力。太正义了。步枪呢？你咋这半天呢？啊？哎，赶紧的，在哪儿呢？走，锁车。锁啥车？军车还有人偷啊？哎哎，干啥去？回来！哎呀，回来！回来！老郭，就在这里边，正动手术呢。这儿啊。步枪，步枪！哎哎，别冲动，还受着伤呢。步枪，
小七啊，怎么会是他？谁呀？我们林场的小鸡吗？不是金凤凰啊？你是林场的金队长？是，我是林场的。等会儿他醒了，你就可以带他回去了。谢谢大夫，谢谢。以后没事儿，常来我们林场玩。好。小七啊，到底谁欺负你了？你要是会说话就好了。你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你报仇去。老公，老公，哎，你听，你听，小七，人家的犬。哎呀，谢呀，你笑得真够妩媚的呀。什么小七？那明明是我的步枪，那我起的名，凭什么他给改了呢？你还没听出来吗？犬是人家的。什么叫人家的犬啊？那步枪的脑袋上刻着是小鸡的小七了。老郭，你赶紧赶紧的，怎么办？别整那没用的。我小米还病着呢，我得回去喂药啊。你回去吧。你是不是人呢你啊？哎，你俩别闹，小妙要你步枪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咱们是兵，人家是老百姓啊，别破坏了居民关系，影响居民团结。不是你怎么说话呢？就他还是老百姓啊？长得那么霸道，那是老百姓吗？那怎么看都是个盗猎的。你别说那话了，太难听了。啥盗猎的？要盗也是你盗。没听见？小七，小七人家的犬，别说小七，连山都是人家的。人家是护林队的正规单位，咱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啊，是另一个。